弄不下来了。弄下也有点远。你还不死心？你别猜哦。可以做一下，等下保夹的时候看，我来夹到最后夹后面的，然后把它丢。没有保夹了，没保夹没了。所以我反而后面比较会自杀哦，后面这样就让它斜坡掉下来。好像是哦。不能因为是我出的就怎样，就玩得很好。果然秘诀是在这一条，这一边拉崩下。有了，直接抓它就可以了，这难度不高，啊，直接抓它就好了，直接抓它放下来就掉下来了。那不是它，是那个前面那个，对，前面那个。但我觉得没那么简单。好烦啊！直接刚好抓住它就好了。哦，你要也可以啦，也可以。只是它有可能会原封不动，你看。好嘛，那就抓嘛，抓就抓。啊！我生气了。你的捡钱会不会全部夹在这里？好生气吗？那个夹不到吗？哪一个？刚刚掉下去的那个。它有下线长度。你这么需要它，一直夹它。你不管。好，我不管。甩一下呗。他还不一起滚下来吧？